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下午到议会各委员会致赠水果，针对资深媒体人周玉蔻不满遭蓝白接力炮轰，下午发出声明，28日上午将赴北检告柯文哲及蒋万安诽谤。对此，柯文哲有最新回应：控告人家要有具体事、具体的指控项目啊，抹黑抹黄，那他有具体事项啊，他应该去控告民进党的立委啊。这个，那你觉得他最高最该告的是民进党的谁？我不晓得啊，他喜欢告谁就赶快去告谁啊，这个控告是人民的权利啊。可以听到柯文哲对于自己遭周玉蔻控告诽谤及妨碍名誉一脸不敢置信，认为说他抹黄抹黑应该要有具体事证。而周玉蔻明天除了告柯文哲蒋万安之外，也将控诉民进党纵容党内立委放话，让他成为攻击箭靶。